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小队长是谁吗？坤达哥，坤达哥，小明也不是吗？跟 K 哥 ，K 的哥，我知道。好，那你们会比较想在谁的那一队了？坤达。我也是。恭喜你们完成了任务。等一下呢，分两组，然后就前往他们的房间去找你们的队长。好。所以呢，我们黄队就去找 K， 然后黑队我们就找队长。我们是 K 的，我找黄队。怎么敢想到这？对啊，我以为是黄队。刚刚在车上一直说，他说他要去，当然很多。好，先要盖起来。盖。盖，好，盖牌。盖。云溪最快。好，盖起来，盖起来。Oh my god！ 哎，不能表示一家。为什么？这是画一个弹涂嘛？我这是鱼啊。其他不能给标示。好，这好，你先看你们什么鱼啊？就鱼啊！鱼种类有那么多，鹦鹉鱼还是什么鸟？我想想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突然多两个。什么？注意啊！喂喂喂！金鱼有鱼鳞吗？啊，不是啊！好，你们重来，我重来 ，OK。不要让我重来。一片画鱼，那我跟你说画鱼，我想说不要浪费大家时间，我们不注意。阿龙，你看人家画画的 M 吗？这个是鲷鱼烧，鲷鱼烧跟长得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来金鱼，一二三，哎呦，水母，哎，还有中一个，哎，中一个啦，各位，海豚。等一下，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怎么样？冬天，冬天，冬天，很痛哎！生物，生物 ，Oh my god！ 但小丑，但小丑，小丑是有道理 ，Nemo 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